标准检视，标准检视的意思是指说，它原本可能宽度已经设定好了，高度也设定好的，整个检视就是说，不是按照它预设的那个每一个病的宽度，而是可以自动调整到以整个宽度跟整个高度。例如说，假设我现在设定为符合高度，它这边其实已经符合了，它也就只有这么大。那如果是符合宽度，它是不是就往右边变宽？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整个检视，好，它就会以整个宽度跟高度，整个宽度跟整个高度来去做完整的呈现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？接下来还是再测试一下，就是这张表里面曾经做好的格式，其实可以复制格式，然后点到这张表来去做格式底下的贴上格式，滑鼠右键，然后设定格式，然后请把这个字稍微变深色一点。好，那当然相对的，这个格式我也希望它把它变深色一点，因为等一下我就不用重复再做这些事了。